哇塞，看吧，这些台湾人太会享受了。这些都是他们那个买的地，这里有一个大哥，我说我可以进去吗？他说可以。小哥，哎呦，天哪，你太肥了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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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着很吓人，可以摸你吗？哎呀，天哪！你好，小黑狗，你好。好，看吧，他们都是然后开车子，然后进来，礼拜六、礼拜天进来劳动，买这一块地哦，就是为了劳动。哎，大哥，这个狗是你的吗？它不会咬人，它对我很热情呢。大哥，它这个，你刚割过草哦？不好割，那不好割。那个下雨过，那草韧性。哎，大哥，我看到有人用车子推过去，草就割掉了。有啊，那个机器的。机器的。对。哦，背带是那个电锯的。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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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哦，你割到这里了。哇，没有电了就休息了。没有电就休息了。哦，你是时常来还是礼拜六、礼拜天来？有空就来。有空就来哈，我不太懂这些，但是我爸妈很会种菜。我们是不会乱种。含羞草。很多啊。嗯，很多哈。那个花是卖一颗20块。对，嗯。我要吃什么糖尿病？你说什么糖尿病？含羞草，含羞草治疗糖尿病。以前有人说煮水喝了，煮水喝。对。哦，我爸爸妈妈好像上个月说测出来都有血那个尿糖偏高啊。啊，那个、哦。嗯。年纪大了都会有了。哦。你要照那个。70岁啊，71，我爸71。71还年轻呢。年轻呢，哇。有空就玩玩这个。对，这样比较健康。对，我爸他又住院了，今天才出院。他干嘛出院？他那个坐骨神经啊，开刀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他病很多。他60几岁的时候病就很多。脚会麻是不是？嗯。啊？对啊。那就是腰本身他可能他没有症。嗯。我们腰总共有5节。嗯。胸椎有12。嗯。脖子有7。脖子有7，对，他可能腰、哦、他可能就是第一个椎间盘突出，不然就是滑脱。哦，一定会有一个啦，年纪大了、哦、尤其年纪大以前都很省、嗯、都不给医生看，他就一直拖，拖到最后就像撞坏中间的水泥，有没有？嗯，他不见了。嗯，一般有这种问题的人、哦、嗯，脾气都不好。这给你说中了，我爸就是脾气不好。而且他肌肉夹得很紧，嗯，那个他火气很大那种，对，就一定会有腰的问题，嗯，这都是判断。大哥，你种的好漂亮哦！你这个地种了多少年了、啊？你买了多久啊？2-3年。对啊。哇塞！哎，大哥，我想问你一下，台湾的农民好像有退休金哈？农民哦？对啊。哪种农民？就是农保啊，我就记得还哦，你不算农民啊，你就是自己买的地。对，我不是农民。对，这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我们有地就好了。对，您大哥那个是可以吃的。这个我知道、啊。这个叫什么葵啊？我又忘了，叫龙葵。龙葵，龙葵，对对对。吃太多了，你慢点。这个小孩子有没有？嗯。屁股红红的，就是、嗯、都是拉一颗一颗。嗯。都是吃、这个、这可以吃，对对对，我小时候都会采这个来吃。它那个根部才有用，炖那个瘦肉。嗯、炖根部炖瘦肉，小孩子红屁股可以吃，对吗？对，它、哦、它排便会一颗一颗很小颗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好像羊大便一样。嗯，我知道，这个也可以炒来吃。这吃太多太寒了，不行、嗯。大哥，我去看你的那个百香果哈。它不会生的，没有用。我种种了就拿不了上半。哇塞，你这橘子都结了，天哪！这么小颗就结了，哦，不会有蛇之类的哈？不会的，不会哈。长那么高，哇！其实台湾人挺会享受的，买一块地来自己玩，不便宜哦。这个地要好几百万呢，哈，好几百万，你看买来玩呐。那就当做锻炼身体。对，六十。现在的病都是什么病？都是气病。气病。都是不睡觉的，生气，这两种病你没有办法治。哦，爱
爱发脾气的。大哥，你还没退休哈、啊？你才六十岁，六十一。我六四八年制的。哦，六十八年制，那我不会算了。四十八年制。四十八。六十三了。六十三，哦，六十三，比我爸小八岁，小七八岁。我爸是50年。1950年西元的，1950年十月。我是1959，他我是1959年，他是多少？1950年，1950年冬天。冬天。72，应该今年72嘛，2022年嘛，还不到72。哦，他丑年生的。嗯。属牛的。对对对，就是属牛的。我爸他是一头犟牛。对，年轻的时候火气很大，所以人家火气大一般都会有腰的问题。哦，然后血压都会高。对，就是跟你说中了，天哪，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耶，很有力。嗯，而且摔东西啊什么的，哎，脾气不好。现在比较有修养了，年纪大了。如果血多血压高，一般都是血比较多的。你儿子如果低血压，是不是脾气比较不好？哦，所以它是不一样。嗯，这叫做阴阳。哦，阴阳的话就是男的血压会高，女孩子血压会低。哦，所以很多女孩子低血压那个脾气都不好的。嗯，大哥，你这是种的是什么？多少？嗯，那个栗子南瓜。栗子南瓜啊、哦？对。哎，大哥，你要注意哦，你看被虫啃了嘞。对啊。就是不会、啊、哦，好像有烂掉哦，根烂掉了就怎样？种菜也是要学问了。对，大哥，你其实可以养一条狗啊，他就你把它带过来一起这样子陪你。那个他狗要他有四五只，他会跑过来。哦，我们都要弄东西给他吃。哦，都当自己的哈。对 对, 对，这样也好。他会带我们做伴。嗯嗯，对，有时候做伴。哎，我去看一下，你还种了什么？奶奶有种这个。有啊。大鸟飞了，有大鸟，那个是石榴哈、啊，那个小叶子的，石，对啊，树葡萄。哎呀，我很讨厌啊，看到含羞草就要跟人家惹一下。好了，再去看一下，注意一下，千万不要踩到大哥的种的宝贝。看吧，隔壁的是刚刚买的地，刚刚开始种，这草好深啊！天哪，这草好深啊！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什么花呀？等一下问一下大哥，难道这个就是百香果吗？大哥，这个是百香果哈。哪个？这些。那个是木鳖果。开花。啊，开花是木鳖果。啊，公的。哇，你看，刚才大哥跟我说，他还不是农民，他在学着种地。他说他还没有经验，种了两三年了。看吧，哇，两三年可以种这么大，哇塞，这个也带太大串了吧，太会结了吧。看一下，这一串就这么大，都吃不完了，两串。哇，这这么会结哦。我妈说这个花椒啊，不是那个香蕉的叶的花朵可以治疗炖肉吃，可以治疗心脏病，这是我妈告诉我的。我觉得我这脑袋很笨哈，一边学一边问，这是什么果呀？哎，我走了那么多地方，常常问人家这个是什么植物，问了有时候会忘啊，但这个又好像不像百香果。哎，哎呦，不敢走了，下面是沟啊。啊，这草好深啊。哇塞，这个草靠人工来割，我的天哪，好大的工程哦。啊，蜜蜂在采蜜啊，来拍一下小蜜蜂。不要看他们这个地哦，人家的厕所都是盖好的，还有工具间呢。哈，那个是木瓜，看吧，还有水，那个水啊，那个水塔。你多瘦一点粉哈，你就可以吃水果了。工具呀、啊，看到大哥的工具，大哥、嗯，你这个草要靠人工来割啊！我看了一下，真的，
没有办法，太多了。没有，是很久没有割，因为都下雨，它长得很快，不然我们这边就割完了。我们有用那个除草机嘛？那个很快啊。很快啊。对，那个蛮快的，只是这种天气不好割，刚下雨。夏天草在长好快，你冬天一个月割一次就够了。我就听他们说一个月割一次。对，差不多。哇，你什么都种了，还有枇杷哦，那一棵哦，芒果，芒果，三年做出这样的成就，而且你说你还没有经验，这算很不错了。你我看你还有工具间啊，什么都有。有啊，还有厕所啊。厕所。对。都可以睡觉的，都可以。对对对，还可以住在这里哈。没有啊，不能住。蚊子夏天很多。哦，蚊子很多，那可以做饭吗？你这里？啊？可以煮饭来吃吗？没有，没有哈。对。哦。就买比较快了。买比较快，如果用瓦斯就可以哈。对。哦，大哥说不能煮饭。有些人他喜欢住在这里的话，会整理的更好一点。大哥说，这个狗狗不是他的，那个狗狗都不是他的，但是他会喂他们。他不爱吃哦，天哪！你那么挑哦，来来。赶快吃哈，好肥哦，你太肥了。哦，有鸟在叫啊，小黑很乖哦哈，很乖哦哈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很乖很乖，好了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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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狗都很乖呀、啊。好了，小黑狗，来摸一下哈，帮你把眼屎擦一下哈。啊、哦，算了算了，我不敢了，我怕你那个，怕你不开心。好了，我帮你把这里这个。帮你把这个草弄一下哈，好了，嘿嘿嘿，那鼻子好可爱哦，你的鼻子很像一种水果，叫做桑葚，很像哎。啊，看吧，大哥的工具间呢，还有厕所啥都有。哎，我一天就这样东晃西晃的。台湾人都很热情啊，我说大哥，我可以进来玩吗？他说可以呀、啊，然后我就进来了，脸皮超厚的。看吧，这是。都是地主啊，还是分开的，一家两家，然后三家，每一家都不一样，打造个人的风格，有点浪费了。他们就纯粹是为了锻炼身体啊，就这样，几百万就砸在这里啊。看吧，这个也是啊，几百万就砸在这里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了在那边劳动啊。人家说，那个穷人过的日子跟富人过的日子，有时候想想真的是一样啊。穷人也在埋头苦干。然后有钱人花钱也是埋头苦干，然后有些人花钱还去那个健身房流汗，就是属于台湾这些大哥这样子花钱去流汗。这种狗蛮凶。对，那这是土狗。哦，那这是土狗。那高山犬。高山犬。对。哎呦。不会咬了。对，都好肥哦。对啊，太会吃了啊。嗯，太会吃了。我就看你摆了饲料给他们。怎么了？他想说什么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好了好了，你要吃你就来吧，你来吧，你自己来啊。他不会跟他抢。对，我就说大哥，你这个割草机跟我看到的不一样。你这个是因为还没放刀片嘛哈？他用那个塑胶的。塑胶的。有点短了。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割草机好像比别人的大只哎。一样啊。一样啊。哦，不是那个烧油的。啊，不是那个不好。哦，烧油的不好。哦，了解了。烧油的话比较吵。哦，声音又大哈。而且比较会有油味。哦，对对对。烧油的比较便宜，这边的话大概割个四次才会割完。嗯。啊，就是草也没有办法，又不可能打除草剂，自家用的地。快点，快点。叫你啊，可爱，赶快吃！有没有发觉台湾人都很善良？不是自家养的狗，他们也会带吃的。你在抓痒哦啊？这些狗都不怕人的，很痒哦。你是不是长跳蚤了啊？好多鸟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乖乖哈，乖乖。这些狗其实，哎呦呦呦呦，它用爪子这样抓我嘞！你还会用手啊？啊？哦，你又来了，你又来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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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我在拍你啊，把你拍下来了，嗯，好了好了。第一次来都这样吗？对。
对。你在外面，它会跟你追。嗯，真的。哎呦，小心我指甲戳到你的鼻子哈。可爱。哎呦，喝到草了。嗯，那给他们喝的水哦。好了，好了，乖乖哈，乖乖。你也喜欢拍屁股啊？嗯。看，这就是台湾大哥的幸福生活。你看，大哥对你们多好，快赶快来，来喝水，喝水，喝一点了，口口赶快。这只狗比较会撒娇。真的哈，他刚才用爪子这样抓我哎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赶快喝哈，多喝一点。夏天要多喝水哈，天气没有很热的话，就要可以多来做一点事。夏天很多那个蚊子叮到都会肿起来。嗯。独轮车。好了，疫情又不能走远，然后也不能往人多的地方，然后就带你们看一下这些。好了，就带你们看一下这个台湾有钱人真正的生活是怎么样的。本来我也喜欢走这些地方啊，今天我去北埔啊，到处走了一圈，逛到这里来。好了，这样的生活你们喜欢吗？我是很喜欢的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